哎呀，老刘啊，你出的主意啊可真太灵了。我这一装病啊，我这几个几年没回家的孩子马上就要回来看我了。哎，老刘，你说我把孩子们都骗回来了，到时候怎么跟他交代呀？哦，对对对，老实坦白。哎，我听脚步声，像我大女儿回来了，回头聊，回头聊啊。哎，是这门吗？德佳。哎呀妈呀！哎呦，爸，你吓我一跳。回来了。哎，你怎么站着呀？你有病、啊！我没事儿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坐下歇会儿啊，爸。哎，回来就好。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来，我来。喂，哪位呀、啊？喂！哎，大姐，我是德利啊。啊，德利呀、啊哎！对，哎，大姐，哎，咱爸得的是不是不治之症啊？我还不知道呢，你快回来吧啊！哎呀，我现在就在家门口呢。家门口啊，那还不快个进来？哎，好，我现在就进屋，现在就进屋。哎呀，爸，你看你的鼻子怎么在这儿呢？你看你，得力得力，他怎么总是笨手笨脚的？不是故意的，来，慢点，你看，哎呀，你怎么站在门口？你不看你来，我看你鼻子有没有？哎呦，小妹，爸，小妹回来了。爸，您在电话里怎么没说病得这么严重啊？都转移到鼻子上了，爸，女儿来晚了，女儿想您。没转移啊！谢天谢地，谢天谢地，爸，鼻癌他还有的治啊！咱们一起和病魔做斗争，爸，你可要坚强、啊。哎呀，不是鼻癌，瞎哭什么呀？那是什么癌呀？还不知道呢，没有去医院呢。那爸的鼻子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那是刚才我敲的。哥，你没事敲爸鼻子干什么呀？老爸出来，我进去看一眼。好了，孩子们呐，你们都回来了，老爸心里特别高兴啊。听我跟你们说，爸，你有病，少说话啊。来，您先坐去歇会儿啊。德利德美。坐。哎，目前咱爸面对的最主要的矛盾就是，我的主要矛盾呢，就是想跟你们见见面。爸，您先休息啊。目前咱爸最主要的矛盾就是，还不知道到底得的什么病，因为他压根就没有去医院。哎，您没去医院吧？没有。根据以上的形势，目前最要解决的，也是唯一可以解决的方法就是。抓紧时间联系我们所有能联系的关系。哎，在我们离家之前，把一切问题高效率的解决在这个屋子里啊！哎，好，孩子们呐、啊，其实我这个病啊，它没什么。爸，您哪儿不舒服？有点头疼。头。心里有点闷得慌。我感觉到孤独。你看。我养了只鸟吧，一个月前它飞了。我又养了条狗，半个月以前，它连个招呼不打，它就跑了。我又养了只猫吧，七天以前，它跟一只野猫，它也溜了。这家里啊，就剩我一个人了，我心里啊，空得慌。爸，我明白了。你歇会儿啊，德利德美，这样，抓紧时间跟你们认识的医生朋友联系，先给咱爸进行电话诊治啊。孩子们，听我跟你们说。喂，张大夫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德佳。哎，我爸，你身体不太好，我养不了。今天糖醋，你看他现在呢？什么？好，爸，有多长时间了？有一个多月了吧？对，他说有一个多月了。什么？好，爸，血压高吗？血压啊，不高。啊，他说不高了。哎，对。好，爸，你恶心呕吐吗？孩子们呐，咱先不说我这个病，咱先说点别的。哎，爸。你怎么站起来了？来，孩子们，听我跟你们说。喂，不恶心呕吐，
就是你说说话呀语无伦次的，他总说骑到头疼，说到猫狗什么的。什么？你现在到脑膝科检查一下。孩子，我这个病啊它没那么严重。爸您别管，这样赶紧跟医院的脑膝科联系，看有没有空床，争取今天就住进去。哎呀，好好好，我不用住院。喂，林大夫吗？是张主任吗？我是可以啊，你们医院最近有空床没有啊？没有床位。哎呀，我父亲想住院呢。什么？什么？真的也没有啊？没有。谢谢。那好好好。哎，我这不行啊。我这也没有啊。大姐，哎，肿瘤医院刚刚走一老太太，腾出一床位来，我朋友说给咱爸留着。哎呀，太好了嘛！好什么呀？我不用住院，你一定要住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孩子们呐，老爸呀，感谢你们的一片孝心啊。今儿我好好跟你们坦白坦白。哎呦，爸，您不能喝酒，这样会影响检查结果。哎，对对对，没事没事。哎，老爸，以后喝酒的机会还多着呢，听话。哎，臭小子。爸。您就别借酒消愁了。哎，你们这都是怎么了？这是，我这不是借酒消愁，我这是……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我先谈谈住院押金的事儿。押金？押金？咱爸住院的押金你们都甭管了，我一个人出了。哎，大姐，你没有理由剥夺我们尽孝心的权利啊！就是嘛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我都三年没有回来了，天天在外边奔波。开会、签字、陪客户吃饭，很久都没有陪过爸爸了。咱爸长什么样啊？我都快记不起来了。到了最后的时候，就让我尽份孝心吧，我来买单，同胞们。爸，你别管。爸，您歇着。大姐、小妹，有三年了，每年都是过春节的时候，我给老爸打个电话拜年，可每次我都在国外谈生意。今天这个单呢，我买了。我反对。每到大年三十儿，我总打不成电话，因为我总是在飞机上，下了飞机就要赶场演出。老爸，老爸他最疼我了，让我买单吧，同胞们！让我买单，我买单，我买单，让我买单！别吵了，再吵下去，董事会还怎么开呀？你凭什么这样？我凭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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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我怎么？同胞们。同胞们，我跟你们宣布，我没病，我这是装病。我装病的目的，就是想让你们回来跟我见见面，说说话，吃顿饭。可你们回来了，就光想着给我看病看病，就没想着跟老爸近近的。亲亲的，说点啥嘛？啊！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感受到当爸的滋味儿。当你老了，老爸，想你们。老爸，爱你们呐，爸。都什么时候了？你为了给孩子们省点钱，还硬说自己没病，是装病。爸，你太伟大了，你是我学习的榜样，我一定要继承您的遗志。哦，不到继承的时候。爸，我爱你。哎呀，我真的没病啊！不信你们问问楼上的刘叔叔。真的。真的没病，你看嘛，我就说咱爸身体这么好，怎么会有病呢嘛？爸爸，以后我们一定多回来看看你。哎，对对，要是不回来看看，以后想看也看不上啊！啊，多回来就是应该应该的。赶紧多拿酒，来，快请快请。来来来，老爸来来来来来，爸太好了，来来来，喝点酒，老爸。让我们共同举杯，祝咱爸健康长寿，干杯！